Hello，就学校上课啊，今天。哎，我们等一等，等多2分钟。OK，在等了2分钟，请你们拿出这个 Gdas Model Set Lemma 这个出来。我们今天要做，还没做完，对不对？上一次是那个冰冰姐姐，还有她教你们的，对不对？当时我没有在，所以她帮我代课的，对不对？都拿出来这个哈。英马来文。OK，那些已经进来的同学，你们可以开始做了。OK，我要你们做的是从第六题做到第14题先，好不好？第六做到第十四，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拿到这个练习了的啦。哎，第六到第14先。哎，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还有9题，所以我给你们9分钟的时间啦。大概9分钟的时间来尝试做一做。说33分呢，9点33分，我们讨论第六题到第十四题。刚刚进来的同学啊，我们请拿出来这一个 set lemma 这个 Gdas model，拿出来这个 Gdas model set lemma，我们今天会继续做完我们这些练习。所以我要你们做第六题到第十四题，现在。So，刚刚进来的同学讲多一次啊，第六题到第十四题，9点33分，我们讨论，现在做。
还有4分钟。有问题你们可以也可以问我，你知道没有？有问题可以问我啊。可以讨论了吗？来，我们看一下第六题啊。来，大家跟着我，现在看这里了。可以看第六题，它的阿拉汉是讲，这些阿亚的哈可能会有错误，或者是没有错误啊。所以啊，看你 A、B、C 有错误的话，你就选哪个错；没有错的话，你就选 D， 第二个阿拉汉啊。所以我们看第六题 ，Wajah Jackson kelihatan cerah。Okay, cerah 这边有什么容光焕面、啊、就是很开心的意思啦，在这里啊，开心，对不对？哎，中学我都怀疑了，开心，嗯 ，OK， 看起来很开心。来 ，apabila diberi tahu yang dia telah memenangi pertandingan ratu kebaya anjuran
Pusat Beli Belah Terbuka itu anjuran是举办，就是这个商场所举办的这个马来服装的那个比赛啊，就是选美比赛，这样拿马杜格巴亚，他得到的冠军哦。说、so, 这边有什么错误啊？这个句子，学会还是没有错误？这一题有学会吗？这一题第六 ，Wajah Jackson kelihatan cerah，cerah 开心，说、so, 在这边对不对？他看起来很开心，说、so, A 是没有错的。Apabila diberitahu yang dia telah menangi pertandingan ratu pertandingan anjuran pusat beli belah， pusat beli belah 这个也没有错。OK， 这个也对。所以错误是什么呢？错是这个 yang 错。OK， 为什么 yang 错呢？答案是什么？如果 yang 错的话，正确答案是 diberitahu bahawa 才对，对不对？bahawa dia telah menang。yang 这里呢，它是一个那个 kata hubung pancangan relative， 还记得没有？那是我们学过的 kata hubung， 它是 relative， 也就是说它用这个，它会把这个 cluster utama 的句子跟一些比较小小的句子结合在一起，我们会用 yang。contohnya， 像 kakak memujuk adik yang sedang menangis itu， 所以那个小小的句子就是 adik sedang menangis， 哎 ，yang menangis。姐姐，这是我的 cluster utama， 所以要把这两个句子结合在一起，我就用 yang 咯。哎 ，kakak sedang memujuk adik yang sedang menangis itu。本来的句子是 kakak memujuk adik， 然后 adik sedang menangis 这个句子，我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话，我用 yang。bahawa 的话，我是用在 compliment 这一边，也就是我要把整个句子，就是。我要把它变成完整，也就是我把其他的那个cluster utama 跟 cluster utama 结合在一起 okay， 用 bahawa、okay， 通常 bahawa 呢我们是用来解释的啦 okay， 为什么他开心，因为他在这个 Ratu Kebaya 的比赛里面他赢取了冠军啦，他赢了啦的意思啦，所以我们用 bahawaOkay， 说这个有时用 bahawa 跟你讲很难分辨啊，有时，所以这个你要读多一点那个句子，所以你才懂。Okay， 然后第七题看这个 ，Sebagai rakyat Malaysia， kita harus fasih bertutur di dalam bahasa Melayu， kata sastrawan negara itu。他讲说，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应该要很流利的说马来文，发修这边意思叫流利。很流利啊，发修就很厉害说啦，像我们成为马来西亚人是不是我们很懂得说华语，马来文对不对？所以这边有什么错误？ Sebagai 对咯，身为一位马来西亚人民，我们应该要很流利。Bertutur 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讲啊说的意思啦，所以这题什么东西错？第七，谁会？明恨，强明恨。第七题很明显的错误啊，这里有错，这个什么东西错 ？A 一定对了的哦。答案是什么 ？Yes， 全部你的答案对了。答案是什么？对吗？答案是我的 C 错了。为什么呢？错在什么地方？错在 D。OK， D 的话我们是用在地方，用在等办。可是这个是等办吗？所以正确的是什么？ Sebagai rakyat Malaysia kita harus fasih bertutur dalam bahasa Melayu， 这个 D 就不需要了。OK， 只剩我懂你很累，你每次都很累啊，是吗？哎，说是 C 错了 ，OK D 个掉法 ，OK OK 第八是关于什么啊 ？Para pengawas 对吗？如果有 para 的话，我不可以用 pengawas 啊，对不对 ？Para 是讲
所有很多吧，对不对？巴拉本阿瓦斯，所以这个对了咯。如果想巴拉本阿瓦斯本阿瓦斯的话，这个可能就错了。所以这个对了，巴拉本阿瓦斯对了。Sekolah akan didenda jika sekiranya mereka tidak melaksanakan tugas dengan baik. Tugas dengan baik, 对吗？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执行责任，他们任务的话，对了，这个dengan baik。错的是什么？很明显。错的就是 sekiranya， sekiranya 跟 jika 的意思是一样的， jika 跟 sekiranya， okay， so pengarah pengawas sekolah akan didenda jika mereka tidak melaksanakan tugas dengan baik， 或者是如果你要用 sekiranya， 你就不用放 jika 了， okay， so para pengawas sekolah akan didenda sekiranya mereka tidak melaksanakan tugas dengan baik。所以 jika 跟 sekira 是同样的意思来的， okay， jika sekira 就是当或者是如果的意思哈， sekira 应该也是叫如果，okay， 如果。Okay， 如果。就是两个一样的，所以你割掉一个啦，我割掉 jika 啦，哦，我割掉 jika， 或者是你要割掉 sekira 也是可以。选一个就可以了。割掉哈。Okay， 在你们纸上你要写对的答案上去啊。Okay， 你不要全 B 罢了，要改为什么画错你要知道。Okay， 第九题。Kami dijangka akan berada di Balai Raya。Okay， 在地方di Balai Raya， D 是对的咯。Okay， 没有问题。Okay， itu dari pagi， 用时间的话我们是用 dari。Okay， B 也对咯。Hingga tengah hari， 一直到中午。Hingga 对吗？也对咯，所以这个问题，这个句子是没有错误的，所以答案是 don't be perfect 这个句子。所以在做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思考啦， okay， 一个一个去思考。这个 A，OK，D、okay， 的话，地是用地的地方，是不是在地方 ？OK， 没有问题，对。时间，哎，哪里是对的吗 ？OK， Hingga 没有错。Okay，没有错的话你就写 D 啦，这样子一个一个去看，哎，你不要读完整句一直读一直读，不要分开分 part by part 来去做思考，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哎，前提是你要了解它的语法啦，所以这个问题是考语法。OK， 然后第十跟第十一题呢，可能有对一些学生来讲啊，它算是一个比较难的。因为这个考这一题，这两题是考我们对那个词汇的明白，哎，还会考我们生字。给中多年，他会问这个 huruf 传动啊，这样中多年这个拉棒这个字，在这个句子里面，这个拉棒对不对，适不适合用在这个句子里面？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拉棒了。来，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题的第一个选择啊，他讲 Aya active。Dalam lapang sukan semasa zaman mudanya， 什么意思？所以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爸爸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很活跃在这个运动的圈子里，所以这个lapang这边呢是有问题的。lapang这边他少了一个字，叫做他少了一个音波含，叫做lapang an。正确的来讲，哈啊lapang an。拉邦安我们叫做圈子，就是运动的圈子。所以拉邦安有很多个意思啦，拉邦安德邦，拉邦安拉邦，就不同的音波汉加上去就不同的意思了咯。所以这个拉邦是错的啦，啊，应该是拉邦安，是圈子，就是运动圈子里面。可以说第一是错了，第二个我们看，放大一点的哈。第二题，setiap petang， 每个中午哈。Abang， 不是，每个下午，Abang dan kawan-kawannya bermain bola di lapang rumah， 啊 ，di lapang rumah 应该是变成什么？应该是在 di 什么 lapangan rumah 才对吗？对不对？这也是 lapangan， 就是那个宽阔的地方啊，屋子的那个空地啊 ，lapangan rumah 才对。所以第二个是错的。第三 ，ruang utama dewan yang baru dibina itu lapang，
这个句子是没有错的啦，这个字在个句子里面，这个拉棒的意思是代表很宽阔，写上去啊，那意思宽阔拉棒。然后第四 lapang hati ibu apabila mendapat tahu bahawa kakak bahawa kakak kan nama bahawa itu tu ah bahawa kakak tidak terlibat dalam kemalangan itu ah 你是不是你很担心？你看你有车祸，你不是担心你的亲人是不是有那个在那个车祸里面？哎，可是 lapang hati 就是妈妈的心讲呢？没有牵挂了，就是说很放心了啊，还当他知道。姐姐没有在这个车祸里面，哎，说拉邦哈迪，是不是我叫拉邦哈迪的意思啊？说拉邦哈迪，我们叫做没有牵挂的意思，可以写上去，因为它的意思没有牵挂，拉邦哈迪这两个字在一起，它叫没有牵挂，拉邦哈迪一步努力的，说答案是三跟四。三跟四啦，boy 嘛啊，OK，第十一题，啊，kedudukan，OK，so 这个字明白吗？我看一下这个句子啊，kebanyakan siswa berazam，OK，berazam 就是很有那个志愿啊。意愿啊，azam untuk mencapai kedudukan yang lebih baik dalam pekerjaan，就是说那些siswa 他是大学生啊，啊，一些大学生说他们想要啊，说更好的什么位置，我不是不是地这个这个句子里面我们不叫位置，kedudukan 这个句子里面我们叫做地位。M K 写上去，在这个句子里面啊，kedudukan 的意思叫地位，所以更好的地位啦。啊，在这个他们工作更好的地位，就是不要找那些比较差地位的这些工作啦，要得到更好的工作的地位。哦，这个问题，这个句子是没有错的咯，在可读读干这个句子里面是对的。第二个，我们看 pihak sekolah telah mengesan，pihak sekolah 吧，pihak polis，啊，telah mengesan kedudukan perompak yang diburu itu。OK，所以这个警察呢，他们已经察觉到这个土匪的位置，科鲁鲁干这边我们也可以叫做位置。OK，所以这个也是对咯。哎，科鲁鲁干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地位或者是位置，所以第二个也是对。OK，接下来我们看，kedudukan almari di ruang tamu telah diubah oleh ibu，对吗？所以是那个在客厅的那个橱的位置，啊，妈妈已经移动了那个橱的位置，所以这个第三的 kedudukan 也是位置的意思啦。OK，也对，也是位置啦，啊，位置啊，位置是位置，也是对，说第三是对的咯。我们看第四对吗？OK，Tok Rahim mengalami sakit lutut，lutut 是那个他的 knee 啊，他的膝盖啊，膝盖啊。sakit lutut lah akibat jatuh kedudukan semasa hendak melintas jalan，就是他要过那个马路，所以不小心跌倒，所以他的那个膝盖啊痛，所、so, 以这个 kedudukan 是错的在这里，所、so, 以应该是什么呢？它应该是 jatuh kedudukan，jatuh kedudukan 啊，这个字改成这个字错了。完成假多特鲁鲁，假多特鲁就是不小心跌倒坐下去了。还有老人家是不是跌倒时候对不小心跌倒啊？假多特鲁鲁什么是很大不灵大下来，所以他的萨克鲁鲁哦。哦，答案正确是一、二跟三是对的，这个字在这个句子里面，答案是 C。第十二题，可以看一看第十二。第十二是讲关于什么啊？可以，他讲这个字啊，garis 啊，不，但也不 garis，看是对还是错啊？OK，所以我们看一下，beberapa orang tetamu kehormat telah dijemput
ke majlis perkahwinan anak Tan Sri Ahmad,对吗？那些大人物啊，几个大人物呢，被邀请出席这个阿纳丹舍利的婚礼，有错误吗？这个句子，你看第一个选择，beberapa orang tetamu tetamu 有错吗？很明显的错，因为 beberapa 已经是几个了啦，tetamu tetamu 也是几个了吗？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再重复这个句子了，这个是错的。beberapa orang tetamu 才对。我已经告诉你答案了，OK。然后 beberapa orang tetamu tetamu beberapa beberapa 是问几多嘞？这个意思是 beberapa，看到吗？beberapa 是几多的意思？几多？也不对吗？beberapa orang tetamu 是问句咩？几多个那个客人吗？人客吗？也错，所以答案是正确是 don't give 啦，没有错误。beberapa orang tetamu。然后第十三是考你了不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还要你找出跟这个句子相同的意思。我们看啊，murid murid hendaklah saling membantu, untuk menceriakan kelas masing masing. menceriakan 这个在这个句子里面的意思叫做，是整洁啦。整洁上线，整齐的整装是讲 spell 啊，整，你们自己写啦哈，是整洁啦，我写不到，我怀疑你知道吗哈？Material 干是指到很干净啦，就是大家互相帮助来帮忙来去让整个课室更加整洁啊，这个是他的意思，这个句子的意思。说那一个是比较可对的，跟他相同的意思。我们看 A，setiap kelas hendaklah diceriakan oleh semua murid，还有讲是每一个班上必须要diceriakan 吗？oleh semua murid。他意思是一样吗？我们这边讲到是要互相帮助来去让课室更加整洁嘛？A 是错的。B 我们看，setiap kelas akan ceria jika murid menyumbangkan bantuan，对吗？他的意思也不对吗？不对。然后 C bantuan daripada murid-murid amat diperlukan untuk menceriakan setiap kelas。讲他讲，这是必须的啊，这个。学生的帮助是必须的，必要的，来让这个课室更加整洁，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嘛。所以正确的是 donkey 咯，untuk menghasilkan kelas yang ceria, sikap bekerja sama 就是 saling membantu 的意思，bekerja sama 互相帮忙啦，合作 bekerja sama dalam kalangan mereka sangat penting，所以答案是 donkey。OK，然后第十四题来，第十四题是 B，霹雳 ayat 怎么读？哪一个是对的答案？OK，对的句子啊，句子是语法是没有错误的。OK，dahinya yang luka itu kena jahit semalam，对不对？这句子错吗？没有错，对不对？你 kena jahit，OK，这句子对。bag yang berat itu tidak terangkat oleh Arif。OK，那个很重的这个 Arif 没办法拿起那个很重的 bag，对吧？也对了，这个句子没有错误，没有任何的语法错误。tidak terangkat。第三，badannya letih lesu，letih lesu 是很疲惫、很累的意思啦。selepas bekerja di ladang sepanjang hari，对吗？第三也对。这句子也是对的。第四，我们看对不对？Pintu yang rosak itu telah dibaiki oleh kami 2 hari yang lalu。喂，这个句子对不对？这个句子是错了，很离谱啊！因为第一人跟第三个人啊，就是 saya 或者是 kami，
都不可以用 the or 嘞，明白吗？所以正确来讲是什么 ？Pintu yang rosak itu telah kami baiki dua hari yang lalu。如果你要用 dibaiki oleh 的话，要用第二人称，就是 yang dibaiki oleh jumbo dua hari yang lalu， 应该是 kami baiki， 哎，得了 ，kami baiki 啊，没有 dibaiki 啊 ，sorry， 又讲错了，哎 ，pintu yang rosak itu telah kami baiki dua hari yang lalu， 这个才是正确的，得了 ，kami baiki。OK， 看到完，所以答案是一。二跟三，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C， 所以你们要写上去的正确的答案啊。Telah kami bagi dua hari yang lalu。OK， 来，我们看第十五题，我们一起做。OK， pilih peribahasa yang paling sesuai。OK， sebab nila sedikit rosak susu sebelaga。明白意思吗？这个我也这样讲过，对不对？在那个 CB 的那边我们就有背过，对不对？是因为一滴那个我们讲软料，就整壶的那个整桶的那个牛奶啊坏了，所以就是说害群之马的意思啦，就是因为一个人他害到整组人受到影响，害群之马。所以那一个 prebus 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看第一个 seekor kerbau membawa lumpur habis semuanya terbalik。 你 imagine 这个情景，一个那个水牛啊，它的脚很多那个烂泥，然后它踩进去它的那个那个它的那个帐篷，它的那个棚里面，说整个棚是不是肮脏了？就是因为它的一个人肮脏，所以踩到整个棚肮脏，跟这个意思是不是一样？ Yes。 如果说你要解释一个人是害群之马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是一个可包马包啊轮包好比什么的吧。Yes， 全部对啊。 A 答案。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什么意思。 Bangkai gajah bolehkah ditutup dengan nyiru。 Bangkai 就是大象的尸体啊，可以盖着吗？ OK， 就是意思说什么，就是说纸啊，纸这样是不是纸张的纸啊，张的纸，给纸包不住火啊，纸包不住火了，是一样东西，他们很容易就是掩盖不到了，纸包不住火。给人不用叔叔傻逼的爸妈，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指一个人哦，他不劳而获。就是他在坐享其成，坐享其成。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意思啦。然后阿拉蒙伯利门纳蒙马盖，这意思是什么？物超所值的意思。阿拉蒙伯利门纳蒙马盖。我们可以写啦，我写不到，物超所值，物品的物啦。物超所值，阿拉姆不利门那么嘛盖。动物的物啊，那个物超所值。OK， 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我还记得，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上网课之前啊，之前我们已经有讲过了，这个叫哈迪亚，还记得吗？那个叫关于教师节的这个 Chopin 啊，他要送老师礼物，可是他没有钱，对不对？然后他妈妈叫他做那个土东沙鸡，做那个什么那个盖呀、啊，盖那个菜的那个饭做盖呀、啊，做给老师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老师叫他去参加比赛，然后他拿到名的，还记得吗？这个 Chopin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Pertigaan 啊，就 Japan Pertigaan。OK，看一下，还讲 Aziza Cikgu nak hadiah yang lebih besar boleh？哇，这是 Cikgu 他在弄他啦，因为给这个 Aziza 给他礼物的时候，他就讲 Aziza，我老师想要更大的礼物，可以不可以？哎，Aziza 就是讲 Wajah Cikgu zaliha yang begitu tulus，tulus 我们叫做很诚恳呐、啊。诶，诚恳，tulus 是诚恳啊，很诚恳，就很 serious 的意思，很诚恳的。Dan penuh kesungguhan itu ditenung Aziza. Tenung 这边是我们讲预测，诶，预测，ditenung Aziza lama lama。哇，他听到老师讲这句话哦，他看到老师的样子就很诚恳哦，都还在预测老师讲的话。Eh, ingin menekan apa-apa yang tersirat di sebalik perkataan besar itu. So, 他在思考，他在预测老师讲的这个 besar，他是不是有别的用意？你看 besar 吗？lebih besar，他就是在预测，然后他在心里面这样想，他在思想。OK，然后他就回答，saya tidak mampu，我没有这个能力，cikgu。Saya belajar buat hadiah ini pun kerana saya tidak mampu membeli dengan wang。他讲我学做这个做盖呢，是因为我也是因为没有钱呐、啊，所以我才做这个礼物给老师。Gaji bapa kerja sahaja, emak tak ada gaji tetap，就是爸爸的收入很少，妈妈也没有固定的收入。Lulus ruahan rasa Aziza, Zegu leha memuat bahu kanan Aziza。然后他就讲出真心话呢，可是老师就拍拍他的肩膀。OK，这边剩下1分钟，来，我等下我们重新的 join 回来，我再解释这个 body gun 啊。哎，大家，listo，join 重新 join 回来。